这届奥运会，我们男子举重队确实是，每一个运动员都非常的优秀，而且都在比赛当中敢打敢拼，把训练的水平、把比赛的作风，还有特别是为国争光的这种精神，啊，给完全的给释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这次完成的非常好，而且都有亮点。我。 非常高兴，我们男子举重队在本届奥运会取得了圆满的成绩，四个级别全部拿到金牌，这为国争光，为祖国添彩。我给我们男子举重队可以说打99分吧。那一分差在哪？那一分还带，就等于说不差在哪，是怕运动员骄傲，所以说被打99分，还要再接再厉。